以我们开门见山，要点出的就是全台民怨之首——居住问题。到现在都没人敢保证，不断上涨的房价跟租金会有跌下来的一天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神奇的奇。走。又降了。我上来台北租的第一个房子，它的墙壁都是很多壁癌的那种，然后那个房东又之前跟他有过一些争执，所以他又不管。那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关注青旅，所以就先去安定吧。那其实住着住着发现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不错。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说就真的就是躺平，所以其实选择短租就是方便啊，生活机能啊，交通啊，然后公共空间还有人打理。不用大概也得等啊。你这工作都叫去，你当真？我早餐就好了。阿妈，我不要汤，汤要菜菜。啊？要什么菜菜？要肉肉，还有玉米。哦，老师，看你哎，开始关起哩。哎呀，你爱煮饭煮些，可以用碗，你无煮饭啊。是怎样？食外口。对哦。啊，家己煮一撮饭敢唔好？煮一撮饭啊。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等的时间就了我。哎，无上班嘛，通煮啊。哎，阿妈讲。叫我回台东住啊，然后帮忙还房贷啊。我在台北住，也叫我帮他还房贷。啊，我就自己用，钱就不够用的话，帮他还。那你现在要换工作？没有，那是之前的，很久之前，只是一直拖很久。就是扔了你就不能动，你就躺着，因为动了就热。
完全就是当木头。啊，不然你要全部搬走吗？这样更麻烦。对啊。每个月都会有每个月的困扰，灾难。上个月是他们要刷油漆，是吗？刷油漆啊，后来用水管堵住啊，现在我一开始是没有洗衣机，然后再刷油漆啊，水管堵住啊，然后现在是没有冷气，应该差不多都换完了，应该都好了，可以安静个几个月。应该。怎么样？哦，还有。是那个抽风的。哦，不要，可能坏了不得了了。那个雾气会房间跑，你房间看到云呢，看到真的看到云了，不行。可是窗户只有两层啊，所以我们住在上面嘛。可是上面是加盖的呢，对啊，所以我才会很奇怪，因为这边都怎么看都像是三层的啊，然后加盖到四楼，可是我们那边五楼哎，累了，就。那你怎么看那一栋？那一栋也很多东西在亮。你说很多那一栋？对啊，就觉得每一户都一样，这么多公共空间。有钱人的象征，地位。你是先住一个月吗？对，我会建议你先抓两个月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好十二月底有三组要预约这间，对。然后别人说，如果到时候房东涨价的话，可能会优先以他们为主。哦，这个柜台写的。对。嗯。哈哈哈。看完第一页了。没有看那么快。有问题都可以跟我讲。一押一租乘以二，然后再加三千，清洁费，再减掉定金六千，三万一。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说有没有中介费这回事啊。我那时候得知的消息是没有。喂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要来这边就是要签约。有，只是就是他有跟我们额外提到，就是有一笔中介费。对，是有的，是有的。可是你们，我请他打折给你们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当初就是我们平常遇到的那个股东，当初说要签这条线，是说可能就不用。那对，所以我们想说先问问看你这边是。嗯，你可以把成人我请他算少一点，没有这清洁费他给你收多少？他收六千。那我跟他讲一下好不好？看能不能就折半当成是清洁费，因为我们顶楼跟这个都需要有单打扫的。好，而且房间。而且房间里面还有之前房客的一些东西，就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啦。
什么东西？蚊子跟进来。对，没办法。对啊。这里应该要重新又重新整修过吧？可能就真的在2017年那个时候吧。不然跟其他街那样，然后这间这样。对。另外一间太破。屁啊！我们那住也都是烂的、啊，又不是多好、啊。可是他被子就还行。也没这种声音啊，也没这种感觉。有吧？越轻越。那是你幻听。你在幻听。赶快把那些不好的，我们通通留在2022，把好的张开你的双臂，用最开怀的心情迎接新年。你他来挑战什么？我们每年都窝在家过跨年，窝在我阿妈家跨年。你阿妈也跨年呐、啊？有啊。他也会一起跳？他不会，我们都看电视啊，看烟火。一起甩啊！没跟你老板搞坏。当然，放完这种声音吧。不是啊，反正不是全部要弄完了。没有地方可以放啊。对啊，而且风又大，看这个烧抓快的。我想要去看极光。我也想要去看极光。冰岛，应该是挪威啦。怎么那么早就想结婚？意外。哦。不好说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你不清楚、啊。地址是填。怎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呢？啊，对对对，联络得到的地址。怎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呢？欸、很强哎、欸，24岁就第一胎。现在人普遍晚生呢、啊。好，那费用的部分给你算，一天是5799，然后乘以15天，15,86,985，86,985，然后定金10,000块。好，有汇款了吗？有。那你扣吗？那时候存款也将近100,000了，啊，用到现在，那小孩出生什么都要自办啊，那、啊、这些加一加，其实莫名其妙钱就都没了，当然经济压力庞大。加钱。